起志强兄，也谢谢杨老师哦。从今天之后，没有罗粉，没有中粉，没有杨粉，只有蓝粉了。那我想就是个人努力不够，就是继续练功。我没有第二句话。所以之后也会来帮助你的志强在这里。这是当然的，我刚刚说就是今天初选这个落幕之后，以后就没有再分什么罗粉、洋粉还是中粉了，以后都只有蓝粉，当然只有团结一条路。你会打电话公司？我想应该会了，对对，我有他的 line， 我会发 line 给他，所以这以后这个谢谢杨老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大家一起这个在初选的路上努力，然后大概应该彼此都看到对方还有这个对方团队的付出。那我想无论如何，最后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大安区继续保住国民党这一席，我想才是我们三个候选人的目标。但这个数字的差距有在你的预期之内？我想这个一路上我们都做了最多的努力，那结果虽然不如人意，可是选举就是这样嘛，有人赢就会有人输，那我就回到选区继续练功。那如果是党庄这边有征召你想要到其他选区挑战立委，你会愿意？我今天还没有想这么多哎，就是因为今天还有一连串选区的母亲节活动，我也跟大家说，我现在办公室还有500多康乃馨，等一下还要继续去发。我想这个平常心啊，因为大家知道嘛，政治就是这样。我刚刚说了，有选举里面有赢家，就是会有输家，所以平常心看待，日子还是要过。那今天这个不管成果如何，最后还是对选民该做的事还是要做。所以昨天我们这个康乃馨早就被拖在办公室，今天该跑的行程还是要继续去完成。这个结果有在你预期？因为感觉嗯，我没有，我还真没有。你要看清楚，我真没有眼眶，真没有什么。这个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很认真的，就是选举，像很多人问我说事前有没有做民调，我也跟大家说，我事前完全没有花任何费用去做民调，因为对我来讲，花钱去做民调不如花时间去跑选区。所以在这次的初选过程当中，我还真的自己完全没有委任任何一家民调公司去做。那对我来讲，不管是经营这次的初选，或者是往后继续以议员的身份在选区努力，我的选区是完全叠合的，所以是这一段时间的付出跟选民的互动，我认为都还是积累在我自己的这个努力的道路上。那虽然初选的结果坦白说不如人意，我也对我的团队很抱歉，还有支持者很抱歉，但是就是练功不够，那我也会很虚心跟很诚恳去面对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就是回到选区继续努力，如此而已。对，首先要非常感谢大家，那经过3个月的努力，初选我们赢了，那真的要万千的感谢，特别是我的竞选总干事王馨仪，当初他成全罗志强，还愿意当我的竞选总干事。这一段时间，我看到他把当我的选举当作他自己选举一样的努力的拼搏，好，他甚至自己在家里顾电话，还真让他等到了一通电话，也帮我们赢得了第一个好彩头。那昨天冒着大雨，我跟馨仪一起在街头拜票宣传，那我看到他声嘶力竭的呼吁大家守住电话，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那当然也谢谢博弈哈，也陪我做车队的宣传。那当然这场选战要感谢人非常多，首先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两位对手杨永明跟钟佩君，他们是我非常敬佩的对手，也是国民党非常优秀的伙伴。那在这场选战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切磋，那也有很多的相互的砥砺。我相信对志强来说，未来也需要我这两位可敬的对手，好，一起来帮助志强，能够来打赢这一场大选。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伙伴们，包括高金素梅委员担任我的荣誉主委，那一路的相挺扶持。那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也不只是在跑选举，我跟馨仪跟高金素梅，我们已经在开始接了非常多的选民的服务，争取很多的建设，那就是为了为未来的进到立法院来做准备。那还有包括韩国瑜市长，好，在这个我最艰难的时刻站出来，然后呼吁光荣支持罗志强，那也振奋了我们团队的士气。那另外也包括陈长文老师、江启臣主席、洪秀柱主席、谢国良市长、张善政市长，真的完全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长辈、前辈们，哈，就这样一路的扶持罗志强，让我这一场初选不再是一个人的江湖，而是像韩国瑜市长说的，做人缘、做事方得道多助。
那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初选营只是开始的第一里路，接下来还有更艰难的大选。那民进党他的执政，他们靠国家的力量几乎是无坚不摧，所以这场大选我也不会掉以轻心。在未来的选战当中，除了我要赢得大安区，为我们国民党守住这一席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像刚刚博弈有说到的，我们要帮助尽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这一次实现第三次的政党轮替，让台湾的民主不要再被民进党一连串的滥权专制所伤害，让我们两岸可以维持和平。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党轮替之外，国会也必须过半。所以我也还会秉持以往我的努力，如果说全党这个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好朋友希望自强来助一臂之力，就像我2022年在这个我们县市长选举的时候，虽然自强没有任何职务在身，但是为了团队的信念、团队的努力，我也会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那最后还是要感谢的是许许多多帮自强守住电话的好朋友们。我一路上刚刚今天早上跑行程，很多朋友眼睛都眼眶都含着泪跟我讲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昨天没有接到电话。可见他守了一个晚上的电话，两个晚上的电话，三个晚上的电话。那这是让我感到万分的感动，因为真的被抽到的通数非常的少，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等到电话，这份心意自强都会留在心里。那当然也谢谢我的家人啊，那个这段时间真的是为我担忧不已哈。那我希望这个好的结果，暂时的好的结果，可以让大家稍稍放心一点。但是我们不会松懈，接下来我会带着我的团队继续奋战，打赢大安区的大选，打赢我们这次国会的选举，打赢这次总统的大选。谢谢大家。中正议员刚刚说，现在没有这个国本，也没有中本，只剩下蓝本。他说他会来支持你，那等一下会打给他跟这个杨教授。我马上就会打电话过去，因为我刚才接到那个讯息，所以我本来就是要打电话来向钟沛君跟杨永明致意，谢谢两位我在竞选期间的对手的砥砺。真的，我觉得这一场是一个君子之争，我们都共同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初选的过程。未来他们寻求支持，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就希望我们希望钟沛君跟杨永明能够一起来为我们这一次不只是为罗志强大安区的选举，也一起为我们国民党在这次的国会的选举以及总统的大选，我们一起携手合作来打赢这一场民主的选战。两家民调都以整个来说13%，就在你的我想我倒没有特别去预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的团队就是全力以赴的往前冲。那很高兴得到了选民的认同，所以秉持这个认同记在心里，我们继续全力以赴。那